之前李克勤的两张演奏厅大碟均有不错的销售成绩，此次新碟也是来势汹汹，还未正式推出，首批订货量就已经超过了20,000张，李克勤因此获得了环球高层的奖杯。发布会上，李克勤收获颇丰，这张全新大碟里共有10首新歌，唱片公司为了根据每首歌的特点准备了10份不同的礼物，其中由克勤亲自填词的新歌《小宝宝》为他赢得了公司送上的一辆装满礼物的婴儿手推车。但克勤对于如此奖励却好像有点不领情。我也是第一个记者会里面收到这么多的礼物的，当然他们说每一个礼物都是代表在唱片里面的每一首歌，我觉得反而就是一个玩笑，这样其实也无所谓。李克勤亲自填词新歌《小宝宝》，又获得公司送上的婴儿手推车，让人不禁浮想联翩。难道克勤要当爸爸了吗？对啊，就其实就是这样，这么简单。我觉得，做每一件的事情也不需要真的这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太明白，太明白了。希望大家听的时候就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新娱乐在线，香港报道。